手砍女友六刀，男喊对不起，畏罪轻生。地上豪大一滩血，现场拉起封锁线。下午3点，三重这栋民宅有凶杀案。众说男女在争吵，那警方到达，看到一名男子持刀在攻击一名女生。女子胸口、颈部被砍了六刀，警方冲上顶楼夺刀。更夺下之后，还男子趁机从六楼的阳台向下掉。畏罪轻生的33岁刘姓男子伤重不治，警方调查他们是情侣，分手后男子常来骚扰，还暴力相向。逼得女子申请保护令，没想到今天下午男子又来乱，两人吵架后他拿出水果刀。女子失血过多，还在开刀急救，警方正在厘清整起凶杀始末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